南北狭长的花洞地区总长200多公里，医疗资源不足是常年问题。默默为后山付出超过20年的许文玲，足迹遍布偏远社区，让距离不再是距离。有换过膝关节、髋关节的阿嬷，可是他回去他不知道怎么保养，可是又等于是说都一个人。那我们去的时候看到他脚肿，很痛，那又不晓得怎么办，我们就赶快啊。找人赶快给他送到医院来。你上次做电脑断层多久了？几个月了。一句恳切的问候，给予患者心灵莫大的支持。许文玲是东区仁医会的召集人，定期带领年轻医师及医学生下乡，除了增加临床经验，也传承学生要用爱来关怀每一位病苦。你怎么样利用你有限的资源，也可以照顾到他？而且啊，也能够帮他做适当的安排，哦，那这些当然是到现场，你才能够真正去感受到。多年来长期投入偏乡医疗，至今已经服务将近170个社区、部落和机构，举办超过476场次的义诊及卫教讲座。今年医师节也荣获花莲县医师工会医疗贡献奖的肯定，将持续贡献所长，守护后山民众健康。戴新闻杨爱婷、翁国家花莲报道。